学等于是北中南，而且南部他们从一大早就动动动动起来，然后跑到台北来跟我们录影。对，没错。现在介绍我们中部的同学。好的，来自台中的太平国小红队。I have burning in my eyes, my courage is taking a flight. 太平太平我最棒，太平太平我最狂，太平加油。感觉是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有人是通过 KET 考试通过。来来来，无要认。什么是 KET 啊？一种英文的检定。哦。什么英文的检定？是 Key for School。哇，太棒了。Oh. Key for School 是什么意思？是学校的钥匙的意思吗？是吗？是学校的钥匙吗 ？Key for school。嗯，对，差不多。哦、oh, ，差不多。你们学英文讲话一定都要这样吗？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未来的愿望是什么嘞？嗯，出国，出国，深造，深造。回来要干嘛？当个医生。哦、oh, oh, ，什么样的医师？小儿科医生。小儿科。很好。同学们有福了，来先留电话，因为以后用得到。加油，所有的同学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苗栗的同学，算是北部一点，好不好？蓝队三观国小，三观国小。很厉害，他们的那个队呼算很忙哎，对，而且很长哎，很长。我们节目一个小时，你们队呼15分钟了，对对对对，蛮不错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往南部走了，是的，高雄来的同学了，好不好？嘉诚是我们高雄来的同学，来，嘉诚国小绿队，嘉诚嘉诚样样行。同学，他们是今天唯一全部都是女生的队伍。哎，对耶。OK， 加油啦。OK， 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关卡 ，Go。举一反三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派两名代表出来对战，依序每人同时声音喊出及手势比出1到5之间的数字，且声音跟动作的数字必须不同，若相同则淘汰，由最后留下之队伍获胜。交通指挥哦 ，OK， 现在来到我们的举一反三了。为什么要举一反三呢？因为你如果举一的话，你的嘴巴你要喊三、二，或是四，或是5，但是就是不能喊一。对，只有1到5可以选择就对了。你的手指头呢，跟你的嘴巴所喊出来的数字不一样。如果你喊二，你就不是举一反三。哦，好难哦。非常非常困难。所以呢，新游戏我们来预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预测，星星姐姐举一反三，第几个人次会失误？第3个，为什么？新游戏，感觉没看到，不会玩过。哦，新游戏没玩过，所以大家都生疏，所以 maybe 不会很厉害。OK， 好，有可能。接下来红队的同学，请预测。I guess it's number 2. Number 2. Why you say your 头要这样子的 ？Why? Why? Her reaction is slowlier. Oh.讲太难，我不会翻译了。And that's all。哦，就这样子。Okay. 好，嘉诚，来，请说预测。第4，为什么？因为姐姐看起来就比较聪明。哦，姐姐看起来。她讲话非常好听，因为她讲了2个重点，一个是姐姐，因为现在我出去人家都叫我阿姨了。第二个是聪明太好了，我应该撑到第4个。好，加油啦！3、2、4，哇，所以每一棒都很精彩哦，好不好 ？OK。举一反三，老师音乐 ，Let's go。嘿，举一反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2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2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口令动作不一样。3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口令动作不一样。5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1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1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
们大家就在等你。OK， 谢谢。举一反三 ，Round Two， 老师音乐 ，Go。一下就跑掉了，而且越速度一快就紧张，所以腰跑掉了是不是 ？OK， 谢谢啦，欢迎场地。举一反三 ，Round Three， 好烦哦。老师音乐 Go。谢谢，蓝队预测第三个人次，恭喜蓝队先获得一分。那接下来呢，场上呢红队还有两位，蓝队绿队呢也各剩一位啦。是的。OK， 老师音乐 Go。怎么念呀？结结结语。谢谢，欢迎场地。男女大 PK。是的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不要紧张，音乐要来了，老师音乐 Go。五真的可什么都可以变哎，五，这次你厉害了。那医生讲，那个第几人次失误？你们觉得？第四。为什么那么后面？他
瘦瘦的，应该要灵活，脑袋会很好。那个公主盖，你装的怎样？你瘦瘦的，然后看起来很会运动，脑袋比较灵活。所以你觉得胖胖的人？你往右边看看，我们两个，你看看我们两个。你不要担心，还有我帮你挡着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觉得他反应会很快就对了。嗯，第四个 OK。阿斌，你们觉得业绩可能第几人次失误？第三个。为什么？因为铁板的，所以可能觉得应该比较反应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你们觉得他动作比较灵敏，反应比较好一点。来看看绿队的同学，你们觉得业绩哥哥第几人次失误？第二个。第二，为什么？因为业绩哥哥在以前的节目表现就没有很好。前面音乐会慢一点点，先暖一下身。老师，音乐，请聊。温柔，举一反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一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二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一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四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二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二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四。美凤在那个质疑的那个一下下，有想说，嗯，怎么音乐感觉变快了，然后就一了，对不对？没事的 ，OK 的。好的，我继续休息，再听到的。接下来如果验证整个这个失误的话呢，绿队就可以得一分喽。好，同学们请加油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好。不笑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因为他这样，因为我在旁边看，我觉得奇怪，他怎么好像车子在开的感觉？对，是不是你在旁边有晕车的感觉？因为他一直在晃，对不对？谢谢你。第二人次失误，现在也没有得分。今天的红队预测三，有可能。我要不然我想要请你挑战一个任务，就是你身体不要动，只动手，你会吗？加油，我们试试看。OK， Rally。Party language。OK， Teach music。Emotion， emotion。难度就是前面三个说的数字，你不可以跟他 repeat， no repeat， 不要人用 no repeat， 重复。Yes yes， if 郭彦均 say 五， you can say what？ Five。他给我回一会儿，很好，让大家了解，增加一点难度哦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哇，好快哦。口令动作不一样，二，口令动作不一样，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
加了前面那个不能跟前面一样，你会有点受影响，因为你那燕京哥哥现在还在台上，所有的预测都没有成功。好的，谢谢陈佑斌。如果燕君哥哥没有失误的话，那应该就是红队跟绿队的 PK 了。好，加油！你还在认真玩哦。好，老师音乐请听。分享前面的数字哦。好，分享前面数字。老师音乐请听。嘿，举一反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前面的喊的一样，就紧丢，连姐姐我都紧张起来。就是不能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。没错了，是因为情秒，速度快，按举一反三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二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五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五，口令动作不一样。三。对耀任有点吃亏，对，因为耀任一定要在节拍上，举一把就。他很忙，他要看，不能跟别人一样，不要想自己的，对，要跟着节奏，对，很累，好不好？恭喜绿队获得一分。偶像频频游戏规则说明：每一关卡中，三位关主持有不同的题目卡。随着节奏给予提示，由三队参赛者合作拼凑出正确组合，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欢迎来到偶像频频，新朋友招飞来了，欢迎招飞。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佑佑，是的，佑佑，第一次来节目会紧张吗？不会。你现在几年级？一年级。听说你今天有带来很厉害的表演给我们看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要先表演吗？还是佑佑先表演？佑佑先表演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那你放轻松一下，看看哥哥。你先看一下前辈怎么表演。阿迪前辈，麻烦你了。前辈，请。前辈。的节目来招生的，怎么那么会跳？很会跳哎！我想问你，像你这样子啊，一个舞蹈你要学多久时间？一两个礼拜。一两个礼拜。谁教你的？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也会这样子。哦，爸爸妈妈也会这样。还会这样？你是不是就脸痛？哪里痛？谁叫你刚开始的时候站侧面？爸爸。爸爸。哇，超帅的。超帅，掌声。他一定过来背面。表现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今天女生我们要表演的是什么呢？爱的就是你。爱的就是你。是唱歌还是跳舞？跳舞。OK， 好，欢迎小妹妹。小妹。Thank you.
以。他动作很难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出我们第一道题目了 ，Ready Go。偶像拼拼第一题，老师音乐 ，Go， 动起来 ，Yeah。奇妙这是以前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猜猜看哦，奇妙可以一起玩玩看，猜得对了吗？非常非常简单，请亮答案板，一二三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绿队这边是奇妙，好，我们的红队的答案也是奇妙，奇妙的英文就是 fantastic，fantastic 啊，怎么那么开心哈？好，我答案是妙妙，还没写完，还没写完，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老师公布正解，来，举起来，大可。女少，答案就是奇妙。OK， 恭喜你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 ，Ready。好，第二题，老师音乐 Go。什么字呢？先把它写起来，待会再来点评评看。转圈，停，走，一二三，不理，不理，你这答案是不理，不理，不理，理也不是这样写啊，李诞，也不是这样，非李白，非李智，非李智，哦，有这么难吗？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老师，请公布。量杯，大，李就是量，木还有布加起来就是杯，所以绿队差一点点，绿队答对一个杯字，对，所以答案是量杯。恭喜全军覆没。OK， 好，下一题 ready。第三题比较难一点点，因为是。三个字，准备好了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嘿，今日夜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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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的日，日的日，日的日，还有个地点，还有个，还有快递点，没有，日的日，日的日，日的日，嘿，屁股还有，然后转圈仔细看哦。时针，蓝队是顺啊，顺啊，我们最喜欢这句话。绿队也是顺时针。哦，绿队你们字顺，要不要写的清楚一点点？答案到底是不是顺时针呢？来，来看看我们正确解答。穿越日四星时就是顺时针。紧接着下一题，我觉得有难度，缺一点点。来看看，每日一词，顺时针，顾名就是顺时针。英文怎么说 ？Clockwise 是什么意思？它可是时钟的意思。时针。那 wise 呢 ？wise 就是很多种意思。它原本意思就是聪明的，但在这里它是指像时钟一样的转。加油喽！这个三个字，我个人觉得有点难，真的有点难，对，这好不好？动动脑，老师音乐，请聊。停，请翻翻，一二三，
是吉拿棒，蓝队是呆手合口缝。这个是他把看到的都写出来了，很好，你很努力的啦。这边是扣和哈吉，扣和哈吉，请问是日本人还是扣和哈吉？来看看正确解答到底是什么？吉拿棒，四口合手木缝，吉拿棒，很厉害。红队，现在来看看大家答对有几题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的红队两题，红队三题，红队是三题，红队三题，蓝队哎没有，绿队两题，所以这回哦，红队获得一分。重重擂台赛游戏规则说明，每队派两名队员出来对战，将七个游泳圈来回运送一次，若中途听到音乐则需跟着音乐跳舞，等待音乐结束后才能继续动作，最快将游泳圈运送至终点的队伍获胜。没有错，然后呢，第一棒呢传到第二棒的时候呢，哎，完全不能帮忙，是，我们要独立完成。然后中间过程中呢，只要我一吹哨子，哔，就会有指令了。指令，对，立正，注意，指令就是跳舞，鲨鱼舞。是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大家来复习一下鲨鱼舞怎么跳？好，是不是？老师，音乐 ，Let's go。阶段呢，我们也是一样鲨鱼舞，我们来跳一下吧。One, two, three, 老师走。好，电视机的朋友们，姐姐跟我们一起跳起来啦。Shut up!
老师点点名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派两名队员出来对战，关主随机点人数，同学需按照点到的人数依序站立。若点到没站起来或者误站的同学，计失误一支。同队累积两次失误，该队即算淘汰。新的同学转进来了，我来让大家好好来认识一下各位同学。老师，你讲话声音好低沉。哎，是啊，是这样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老师，请点名上课喽 ，Go。刚刚说什么？加油！好大声，还有精神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模范生。那佳杰是第一个，好了。好，好吧，佳杰第一个哈。OK， 好，老师点点名上课喽 ，Go！ 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三名，有。两名，有。三名，有。四名，有。哇，四名。而且威奇加油，吓了一跳，对不对？加油，老师点点名 ，Go。对，威奇一号，威奇一号。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两名，有。三名，有。四名，有。两名，有。两名，有。五名，有。四名，有。四名。所以我们的蓝队已经结束了，对，绿队也结束了，绿队跟蓝队都结束了，绿队跟蓝队都结束了，恭喜红队获得一分。哇塞，真的很有料，边上课边点名，还要边认识同学，对，要一边来看看同学，好不好 ？OK， round two go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出题了。老师点点名 ，Let's go， 加油！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点名啊。一名，有。三名，有。四名，有。四名，有。不错，才智。魏立翔，对不对？立翔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心月 ，Go， 好，立翔先喽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全队有点名啊，三名，有，四名，有，两名，有，两名，美凤姐，美凤哥他其实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应该要站，然后没站是对的，但是最后发现，哇。忘了站，对不对？你注意哦，要加油喽，小心一点哈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哇，好温柔。建仁，高飞你好棒，你超温柔。超温柔的加油声，桂云一号哈 ，OK。桂云是一号。老师音乐 ，Go。桂云一号，嘿，老师点点
四名要，两名要，五名要，要五名美凤的话算是绿队，绿队就结束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绿队，欢迎新明姐姐加入我们的队伍里面去了。OK， 加油喽，老师音乐 Go。好，老师点名啊，谁都有点名啊，三名要，两名要，四名要，五名要。五名要，你忘了站，对对，是只有五个人，所以一定要站的，不能再失误了，加油加油 ，OK， 等一下就你是第一位哦，你第一位哦 ，OK， 好，然后新月 Go， 红队还有一次机会哦，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全场有点名啊，三名要，两名要，四名要，五名要。两名要啊，两名要啊，心里是一啊，哇，来，我帮你进去。好，我们的红队呢也集满两个了，恭喜蓝队获得一分。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一枝独秀游戏规则说明。四位队员排成一横排，运用绑在头上的独角，依序传递两个花圈到终点，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可得两分。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了。在玩呢？你在干嘛啦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这是拇指琴哎，好有趣哦！拇指琴？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？哆来咪发嗦，是，这是我们嘉诚国小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拇指琴与竖琴的演奏。他们要演奏歌曲是日本的古老的大钟。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两分，对，因为现在各组的队伍的分数非常接近，对，所以这个关卡非常的重要，嗯，好不好？首先上场是我们的红队，是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一枝独秀，请倒数 ，3, 2, 1。
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下一队 Go。现在目前的分数呢，只要这一关赢的那个队伍呢，今天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总冠军。所以现在在台上的同学非常紧张，你看他们的表情。所以我们不要再多说了，好吧？因为他们压力很大。对。OK， 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一枝独秀，蓝队，请倒数。47秒9.7，我相信绿队熬得过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一枝独秀，绿队，请 ready。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，另外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哦。